荣幸，蒋光超先生。玫瑰最娇美，玫瑰玫瑰最艳丽，春花开在枝头上，玫瑰玫瑰陪我爱你，玫瑰玫瑰心意重，玫瑰玫瑰心意重，春花开在什么样的这个特点？喜
喜剧其实不容易演。是啊，你要逗人家笑，自己不能笑。是啊，而且你又不能喜为动眼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做戏就太夸张了。对，那是有秘诀呢。也没什么秘诀了，这个就是我演戏已经，电影已经拍了600多部了。我想恐怕这中国演员很少比我拍的多的，恐怕没有了。是，这差不多三十多年，不到四十年了。不到四十年当中拍了600多部电影，那么电视剧呢更不用说了。电视剧好像我记得有个《江南游》，那个刘罗锅、刘蔚山呢是我演的。是啊，所以我说在这个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影剧史上。您可以占好多页啊！谢谢。哎，这我想很多朋友啊，也都知道我们蒋爸不但演戏演得好哦，那哥哥是一流，而且呢有好几首歌，自从他唱完以后，很多人说唐骏的绝响了。后面有人想要模仿，但都模仿的不像。尤其有一首歌，《包青天》。哎，那可不，当年《包青天》就是我们蒋爸爸首唱。这个《包青天》呢，说起来很好玩。其实一个钱都没拿到。制作人在哪里？制作人现在已经到外国去了。当初在这个他制作这个包青天的时候啊，因为他跟我是朋友，他说蒋大哥，他说我想制作一个包青天，你给我唱主题曲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那么我就找了杨秉忠。杨秉忠教授作曲的。对，那么我说你要按照这个京剧的这个模型来做，那么结果他就给我做了这个《包青天》。那么歌词呢是孙怡先生写的，是我的老朋友，对，也是我你我他的编曲。我过去有个你我他在中视，我相信各位还记得。听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制作人翟瑞丽小姐，我们的制作人也在现场啊。刚刚他来给我献花，是6:30。6:30就来了。算是因为他今天晚上有一个朋友过80大寿啊、哦，所以他不能来看，所以他不能来看。那么早点来给我献个话。当年您自己演戏啊、又唱歌，你看。这个包青天呢、好像后来这个我看胡巴唱了。对，胡巴也唱了，也学您那种唱腔啊。那我想他是学不了，因为我这个。是啊，是京剧的底子。我们唱包青天的时候用花脸的这个腔调唱，所以等一下您听听就知道了。胡巴没学花脸，所以这个没办法瞧。所以他唱了包青天才吃官司。这个包青天不能随便唱。是，真的不能随便唱。当初我是唱了包青天了。结果就到南部去作秀，不但作秀还加钱。是。所以说，包青天对我也是一个转捩点。是。那么我这个几个转捩点是金马奖的主持人，包青天，第一个是凤还巢。没错。凤还巢是跟姚苏蓉小姐合演，那么那个戏啊，在台北啊演了几个月，连客满。在中央酒店也演了两三个月，也是每天满座。是，所以我在说，我们的蒋爸爸呢，真是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影剧史上占有厚厚的啊一大页。是，谢。所以今天蒋爸爸接着要带来的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《包青天》，我们掌声欢迎蒋方超先生。包青天。海风有过包青天，铁面无过四面天，江湖豪杰那也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，钻天鼠深情不畏言，这一书是张好汉、万丈树伸手不挡，金毛的树一
这一出非常好看。身上的书铁皮鞋的穿，满江湖胜手不怕，新毛的书一身是胆，有我书
红红的可以不可以？陪玩掉时间里，我一样感谢你，我一样感谢你，我一样感谢你。